哎呦，上路看起来好像酒桶过得还不错啊，就那种不学 Q 的只学 W 和 E 的酒桶很爽。哎，怎么说酒桶辅助也还行啊，哎，也就骗吧。又骗吗？手游可以那个酒桶辅助，手游的酒桶辅助出场率很高，但是你说端游酒桶辅助，我就没在下午见过酒桶。我说实话真的感觉你在骗。不是，你给他一撞断他也没办法 Q 你，你直接往后走不就赢了吗？换血我也闪现 WQ 直接要动卡莎，卡莎还有盾，先把闪交了。但是卡莎得避啊，洛可以不避，卡莎要避。369还在游，放个 Q 减一下速，小天要到了，阿乐要被单吃了。哎呀，单什么？哎呀，直接单吃了，都不用队友来。哎呦，下路还想再来看，都不交盾就先拉回去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一波是越不了了。打架修啊！那酒桶能单吃鳄鱼吗？在这个等级，看一眼是吧？对，往后拉，然后撞一下，往后再走，打不动。红路 W 正好打到喝酒上面了，还。到时候我当你们教练，我将做出每一波错误的判断和决策，助力你们离开队前。不是你来当教练也得等你被淘汰了你才能来啊。那我就他可以分心下水。对，你就分心吧。你可以那个，反正你头大也可以分一身。那个我爸爸绝对做不了，就是说。哎呦，但是后面有个特坡，怎么说打上来死磕再唱大，怎么阿乐开咬直咬杰克啊？这波哎呦，那不会 AL 要发力吧？你也什么，我猜的 AL 吗？哦，你猜的 AL 允许你笑吗？再咬一口，月卡小心一点啊。OK， 先拉出去，等会等第二波再月没问题。对对对，哎，上路怎么被单月了？又啊，单吃一只。OK， 啊，就这样月了吗？好简单的。哦，中路打了两波，感觉就。然后直接脚闪拉出去，我好稳啊，369。好，这波阿闪不走了，又真男人大战了。喝口酒，直接叫人来了。先撞你一下，怎么说小奶油到了，两个人要先点塔才行，但是等你点塔不等了，直接干你人，快杀快杀，把塔拆掉，但是透过这波死了两只呀。看看现在感觉 AL 的那个 C 位，但是也还行吧，发育很不错，那个经济很不错哦，那个哎哦，我想过来挤，哎呦，好果断的开，但是死哥死在这里，他不一定不开心的呀。哎呦，唱个大招，大招唱的，哎，哎，能不能早死啊？耶，早了一点，这个大招唱的。哇，有开心了，我走了。对，他可以先 Q 两下，然后等那个牛头大招顺便也快结束的时候再放大。这波369有没有嗅到这波危险的气息呢？能越吗，兄弟？主要是脾气来了，哎，Miko过来直接顶脸上，369一出来，但两个人打酒桶打的速度有点慢，哎，想直接打牛头了，别打酒桶了，你真打不动了，兄弟。卢锡安加上卡莎怎么打酒桶的？这两个英雄。但是 EZ 挂了个大，又想回来看一下 B 一下位置，好像。你这样玩，等会儿鳄鱼就享福了呀！哎，踢了，受不了了！哎呦，再不打老子要生气了，哥们儿，真得来搞一下！哦，正面直接开，哎，没开到，只开一个，哎，急了，还是急。后边还有一个鳄鱼，有点尴尬。哎，这阿乐闪现咬一口，没人能跟，怎么说？直接死，非常的尴尬，非常的奇怪。这感觉阿乐在逛街。老铁没毛病，
哎呀，我就这样打、嗯、打团的吗？我今天这个打怎么说 ？Coco 再抢一个，抢不了了，过不去了。啊、不是队友人，那没事了呀，三比一了，那没事了呀，那没事了，那没事了。木有，哦，不知道为什么 AL 不打起来。啊、他去、嗯、他去上面去下面他都可以打起来的，他也不打不知道干嘛，这个决策不知道怎么想的。那一波更关键一点，这波其实都是那受那一波影响了之后的那个。哎，下班了。嗯，抓到哎呀，没扣，终于能唱到一个了吗？想追击吗？这波肯定要追啊 AL。但是卡莎当面没中，五打四，就算死个四辅助也要追啊，不然没机会了。打一波，这个时候就一波了，打的赢继续拖，打不赢哎，被困住，要被 all in。走了。哦，我看错了，是振奋，不好意思啊，嘿嘿嘿，我是云子，看错装备了，不好意思。这个无所谓的，你知道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有所谓吧，但是我也不是解说，还好吧。不是，因为你承认了就不行，你不承认他可以，他还要再刷五分钟。啊？为什么？他但是我确实看错了呀。不是，他多刷五分钟，你就多五分钟流量。啊，这样子吗？对。啊？怎么说？加没了。要不打一波吧 ，AL， 求你了！最后一波了，兄弟们，求求你了，拼战就拼这一波！打一波吧，打一波吧，求你了！哎呀 ，OK， 阿乐先倒，怎么还有在家里的？子哥在家里唱歌，在家里唱歌很合理啊。OK， 在家里唱歌，唱完歌再往前逐吧，我求求你了，往前走吧，哥几个别给我把归了，家没了、哎、还要归吧？最后一个四个人，四个人家没了还要归？哎。嗯，巨技能、啊、好快的一天啊！今天下班了，不是都这么不想死吗？我问你，但是这么不想死，不就是结束了吗？结束宝宝 KDA 吧，行了。感谢想要金银儿的魔法书，谢谢。那我来问问呢，我三比一猜对了，哇，好厉害呀！你们两个都结束了，都下班了，到点了，今天几点？这不就是该回家了吗？是不是要打训练赛了，队长？不急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要打训练赛了呀。说话，队长是不是？我们你该打训练赛了，你队友在等你。对呀、啊，队长对吧？队长，快帮我证明一下。